你听说过武当山吗？传说中太极拳的发源地。武当山啊，又名大岳、太和、仙室等等称谓，在湖北郧县境内是道教的第一名山，最有名的莫过于真武大帝的传说和太极张真人。那么在道书上称，真武帝君啊曾在此修炼42年，功成飞升。后世说啊，非真武不足以当此，所以说呢，将其山啊称作为武当山。山方圆400公里，有72峰、24殿等等名胜。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啊，均州刺史姚简在灵应峰创建了五龙祠，以后历代啊都在此兴建道观道观。那么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时候呢，封武当山为太岳太和山，地位在五岳之上，并建造了一个包括8宫、2观、36庵堂、72庙檐的庞大的道教建筑群体系啊，保留至今。那么据传呢，从周代以来啊，道家来此修炼者络绎不绝，著名的有周代的尹喜、汉代的殷长生、晋代的谢允、唐代的吕洞宾、五代的陈抟、宋代的季然子、明代的张三丰等等。那么在《南雍州记》记载中呢，来武当学道者啊，长数百，相继不绝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真武帝君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详细的讲一下关于真武大帝的故事。在道教记载中啊，他是古代敬乐国王的太子，来到武当山修炼。那么在宋真宗时啊，尊为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。山上啊有不少传说都有关他的遗迹。传说中啊，敬乐国的太子来到武当山以后啊，其母亲善圣皇后也追赶上来，抓住他的衣角。太子啊意志坚定，拔出宝剑朝衣角一挥，衣角便飞出，变成了大小袍山。他又用剑啊向身后大山一劈，一条河流啊将母子分于两岸，这条河呢便称作为剑河。太子学道啊遇到重重困难，想下山还俗，经过一井边，见一老妪磨铁杵，惊诧而问。老妪说：“铁杵磨成针，功道自然成。”太子感悟，又入山苦修，以后啊此井便命名为磨针井。而老妪啊即是道教玉虚圣祖紫玄君所化。那么太子修炼处呢又被称作为南岩。传说中啊，当年他在这里静心端坐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有鸟啊在头上做窝生蛋孵化，荆棘呢长入了脚板里面，深入体内，再由胸口长出，他都熟视无睹。经过42年的修炼啊，终于功德圆满，飞升成仙。那么在南岩呢，有一座孤峰，又被称作为飞升台，据说就是他当年飞升的地方。太子岩石殿、太子坡富真观、磨针井道院、玉虚岩庙、金殿等等等，分别共有真武帝君的童年、青年、成年的各个时期的塑像。玉虚岩呢是金殿的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该岩石啊是一块天然巨石，长8米，宽4米，高3米，厚约2米，其重啊大约有3吨多，因为其形状若天然的宫殿啊，被称为金殿。那么在传说当中呢，真武大帝曾在此修行炼丹，那么太极拳和太极剑法也是武当山在世间闻名已久的产物，被国内外很多爱好者所追捧，也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呢前来拜师学艺。